一路一路一路连下就死。 到了这里，一标，一路掉了，一标一标下路，倒了倒了，哦，被 K 了，不是，没被 K， 三标，三标，二楼吗？二楼，二楼，打头，我他妈晕人头。 都那这个人吗？你都倒了，我楼里，我你吓死我的兄弟，他直接翻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了，请帮帮，两个一起翻出来的，我有车，我你妈！ 我操！我操！我们这火力车很厉害，我们这火力车谁能打得过啊？厉害，直接秒俩兄弟！白龙城，白龙兄弟，走死你！白龙城，出去了。右边，我知道。提枪。 丢雷了！再溜一点，这个人，我约他在平房里面，兄弟，打头了，一楼。 漂亮漂亮，别急，高手的操作都是一样的。 还有一个，不用补他，我这，不拉稀，就三个，就三个，打药，我说了就三个，聪聪这个眼神真好，前面坡。 一滴，舔个闪光弹，他被抽了，人头被 K 了，人头没被 K 啊？那他是毒蓝吗？我不知道，人头没被 K 啊？那他死了呀，他被打死了。不拉稀，别说。啊，不用着急，他队友在下面。 他们打起来了，到近点了，脸上。兄弟，左边这个人一瞬间没秒掉，我真的。六六。我说实话。